在这个国门这儿看到五星红旗，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，真是这样。我们生活在中国，没生活在那边，应该是感到很亲切。火车来了，去往外蒙古的火车。这个是海关的那个大楼上面的点儿，是一个观景台。看看，这个看着风景就不错了，你看这儿，那边就是外蒙古。大草原之国要破呀！正在站在这个观景台上看那个外蒙古，也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，但是呢，今天这边没有下雨，所以这个草原啊都是黄的，没有草，呀，一望无际，很辽阔，但是这边又显得荒凉了。一会儿咱们再看看国内什么样啊？这边看好了，这边是外蒙，这边。